各位请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请平发，然后好好的修心这样的发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准备讲课了今天我们来听课的跟前几天是不一样的，今天的都是菩提学会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个菩提学会的成员这样子的话已经是有好几年文思修心的这个已经有好几年了很多人都在这个真实的这个已经开始真实的这个修法了平时大家也是比较精进这是非常重要的文思修实不能分开的需要文需要思这样就是需要修只要有文思修这文思修这三个方面都比较成熟的话我们可以断除烦恼能够断除烦恼断除烦恼如果没有文思系统的文思修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断除烦恼如果不能断除烦恼就不能成佛也不能成为这个阿罗汉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都这个修不上去了所以文思修是非常重要希望菩提学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坚持学习然后每一天都需要有这个修心的时间比如说平时我们上班的时候那就是大家都比较忙但是呢每天早上就一个小时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每天晚上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子一天就基本上都有两个小时或者是早上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已经有四个小时的休息的时间这样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早上每天早上修一坐一坐就修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每天都没有时间修的话那就是等到这个退休了以后才修只要这样子的话那就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就很不好说所以在家人要处理很多事情有家庭的很多的这个琐事所以还是虽然是这个时间比较少但是因为这个修行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还是一天呢至少也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静下来真正这个修行的时间平时我们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念经去思考一些问题这些还不算真正的修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静下来的打坐闭关虽然是不能闭很长时间但是呢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还是用闭关的形式来修行这样子才有效果要不然的话我们每天这个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压力也就比较大
然后这个社会上竞争激烈啊，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啊，都是因为精神上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啊有点乱啊。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没有静下来修行的话啊，就不起作用。菩提心、出离心、空心见啊，虽然是非常好的话啊，但是我们就是去听啊，不朽的话啊，同样的不起任何作用。所以这个修心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啊学很多法啊，学了很多很多的法，但是其中一个都不修啊，一个法都不修，这样子的话是没有用了啊。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起作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理论啊懂得很多，但是没有修行的话，就啊还是这个烦恼啊还是有啊。痛苦也是啊，跟其他人是跟普通人是一样的，所以学很多法不修也不行啊。如果我们说啊，这个精进啊是修啊不学习啊，那样子也不行啊。比如说净土宗啊，就是强调这个念佛有一个虔诚的心啊，念佛。其他的这个文思呀，这些方面都不是很着重。比如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啊，这个会什么样子呢？如果很虔诚啊，一辈子都是很虔诚，这个一颗虔诚的心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动摇啊，能够坚持下去的话，这个路是一个很好的路啊。他虽然是没有学过很多的这个理论啊，也没有去修过其他很多的法，但是呢，修了菩提心，修了这个净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啊，那就很快就会成佛的。只要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正常的情况下，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啊。证得一地的菩萨啊，都是一地菩萨。一地菩萨呢啊，他在七天当中也能够成佛的啊。如果他愿意成佛，希望啊这个快速的成佛的话，他如果希望快速的成佛，那七天啊也能够成佛的。所以这个是很快很快的路，这个是非常快的路。但是啊，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念佛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因为没有温思啊，没有学习啊，心里面就产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疑问。念佛到底能不能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还有就是最起码的这个知识，这个最基础的知识就是因果轮回啊，轮回到底啊存不存在啊？因果到底存不存在等等啊，会有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啊。这样子的疑问出来了以后呢啊，因为没有修心啊，不是没有这个学习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以后就啊，那就心里就这个念佛啊，也就念不下去了，念佛也就念不下去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啊，这个学习是很重要的啊，学习是非常的重要。这是闻和闻思闻啊，然后思就是思考问题啊，思考啊，要思考问题啊，思考问题就是我们听了这个佛法以后啊，还是要去自己去思维啊。如果自己不思维的话啊，光是听啊也不能解决问题啊。温思修是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菩提小组里面呢，这个文思修这三个基本上都是做到了，从整体来说是做到了，也有大家共同的这个学习也有功修，或者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家里修就修和修心和这个文思都有这是非常重要，希望大家以后也就是继续努力继续努力，这个菩提学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学习的环境的话我们虽然大家都很想知道一些这个佛的这个佛学的知识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学到一些这个修法但是都没有办法学了，没有办法学一个真正的这个学习的环境呢，只有这个目前呢，就只有这个菩提学会里面才有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学习那上师来了就做活工做回工做一开一些这个法会等等做一些这个很多形式上的这个事情这样子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子什么问题都不解决活工会工我们都目前我们还不会做所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活工实际上都不一定是如法的回宫也是不一定是这个如法吧佛宫回宫言宫等等有很多这些都是形式上的问题，当我们的修心修得好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回修有出离心菩提行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回宫修法也动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作用但是我们这些基础的这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去做这些是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希望以后就是学藏传佛教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居士都不能注重这个心事要注重什么呢？要注重修心要注重问事学习我们前几天也讲了学佛是什么学佛就是学智慧学佛并不是这个搞这些心事上的学佛就是学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就是通过学习通过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的修行而来的做这些心事上的这些事情是没有太大的用处，希望以后这个学藏传佛教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居士要注意这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藏传佛教尤其是这个密宗的这个这一块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很神秘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也有很多分歧有强烈的分歧有些人觉得藏传佛教密法好，有些人觉得不好那本身这个藏传佛教本身自身也有一些这个神秘的地方尤其是不懂的人看起来就是有一些神秘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也不理解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学习学习是很重要的其实藏传佛教尤其是这个密法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没有任何很神秘的地方，它的方法比如说藏传佛教的这个佛像都是这个男女双神的所以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不理解为什么是这个双神呢然后有些人呢就是为了达到一些个人的这个目标
就这个藏传佛教做一个结构啊，然后就到一些这个不好的、不正当的这个事情啊，这样子以后呢，更让人这个生气了啊，产生了这个污秽这样子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啊，我会等直广滴流啊，里面有一个这个密宗的概论啊，这里面绝大多数的我们大家啊。有这个居士们有的这个比较普遍的这些疑问都解答了以后你们学密的时候呢看看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藏传佛教里面没有色情藏传佛教里面没有暴力都是佛法它的基础是菩提心，它的基础就是菩提心它的基础就是菩提心和菩提行还有一个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正如这个光明如来藏，正如光明如来藏，这个跟禅宗的明心见心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有些这个表达的方法就比如说佛像等等，都是有点就让人就升起一些这个无界这样子，但是呢，这些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他有他的这个方法这个你们看看这个慧灯之光第六里面呢简单的介绍了以后你们学真实学理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要去观定要观定观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观定之前观定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呢？第一个，观定之前要学这个密宗的戒律，密宗的戒律就有14条根本戒，14条根本戒。这个14条根本戒在这个慧灯之光第3里面呢有讲希望你们首先去了解一下这14条根本戒每一条戒以后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做得到每一个都去学一下如果觉得这个14条根本戒都没有问题能做得到没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去观定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观定但是呢观定它需要什么这个基础呢观定的基础是出离心和菩提心如果没有菩提心去观定的话就得不到这个密宗的真正的这个观定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连出离心都没有的话这个不可能得到这个观定得不到观定观定一定要建立在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基础上观定这样子先我们先不要着急大家不能急安心的修出离心菩提心这两个基础一定要这个要打好必须要有这个坚固的这个出离心这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呢然后去我们去可以这个观定观定是什么意思观定是什么意思呢观定它有两种这个作用两个作用第一个是自从这个观了定以后呢观了定以后呢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看任何一个这个迷法当然这个迷法也有这个层次然后呢灌顶也有层次如果我们这个迷法里面最高的就是大圆满如果有大圆满的灌顶的话那就是下面的所有的迷法我们都可以看都可以听都可以修如果是迷法里面的这个只有最低的这个观点的话那就只能修这个最低层的迷法并这个不能修
东灯的话，就到上灯的就是这个像大圆满这样子的这个十八还是不能行。官兵是很重要啊，官了兵以后我们才有资格看密宗的书，修密宗的法这就是说灌丁等于就是进入这个泥法灌了丁以后就是真实的这个进入泥法这个是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自从灌了丁以后就如果真就得到一个如理如法的这个标准的灌丁的话灌丁是用来干什么呢？它是用来激活我们的这个如来藏本来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都有这个佛心但是呢如果不启动不激活的话这个是不起作用的任何一个众生都有这个佛心但是呢我们不证悟的话它是不会起作用的佛心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跟着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但是呢我们仍然就是要流转这个轮回当中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呢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或者是证悟这个如来藏所以就是不起作用了那现在要起作用的话要启动如来藏也就是激活如来藏什么东西来激活呢就是密宗的第一个就是观定观定自从观了定以后呢观了定以后它能够消除这个很多的障碍这是一个我们的过去的这些障碍观定你观了定以后呢你观定它本身就是有这个能力它可以这个断除很多的这个罪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灌输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呢它是播下一个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不是一个全新的这个种子就是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如来藏原有的如来藏从此以后呢开始这个启动它就做个又起到这个作用观定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观定但是呢观定呢它要有这个观定的这个基础观定要有观定的条件观定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观定的金刚上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金刚上师很重要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僧人都可以观定呢也不是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僧人凡是学这个大乘佛法的人都是不是都可以这个传法呢也不是那这个就是需要这个具备条件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普贤上师演讲这个里面讲了很多密宗的这个上师的这个标准你们都很多人也学了有些人现在在学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外面呢就是有点乱就自称是活佛的呀了不起的成就者的呀瑜伽师呀等等等等也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就分不清楚了谁是真正的这个成就者谁是这个冒充的成就者就分不清楚了那分不清楚了以后呢大家盲目的去这个接受所谓的观定迷法然后到了一定的这第一个这样子不观察去这个盲目的去一直上师然后呢到了后面的时候呢发生上师跟这个弟子之间发生一些矛盾然后就这个导致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两个都就违背了这个密宗的这个违背了这个密宗的
真正的他的这个意思。怎么违背了呢？第一个，密法要求我们啊，要求我们啊，一定要观察上师，一定要观察。在没有观察，这是盲目啊，不能一致啊，不能一致，盲目不能一致上师，一定要这个观察啊。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观察，我们盲目的去一致啊，自称是活佛，我们认为是活佛。自称是了不起的成就者，我们就不观察，我们认为当作了不起的这个啊这个成就者，这是第一个我们没有对啊。第二个呢，密法里面是怎么要求的呢？啊，如果我们这个医治了，比如说接受灌顶啊，或者是这个听了密法啊，就这个师徒的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了以后呢，啊。无论是就发现了再大的问题也好，心里面呢就是不要有这个不能啊，也就师徒之间就是不能有这个矛盾。如果有矛盾的话啊，就这个是有可能也犯这个迷尘戒。如果不犯迷尘戒的话，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啊。第一个，我们不观察，盲目的去崇拜上师。然后第二个呢，移植了以后呢，啊，有就这个发生了冲突矛盾啊，就诽谤上师啊等等，就会经常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两个都是违背了这个密法的要求啊。以后大家灌顶的时候啊，一定要找到啊这个标准的上师灌顶啊，灌了顶以后呢啊，就要受这个迷尘戒，这个非常重视啊，非常重要。慧灯之光里面呢，在很多地方都强调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啊，我们目前啊就在这个寒底的局势当中啊，就是这个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啊。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啊。然后这个灌了顶以后，我们就可以学密法了啊，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标准的这个金刚上师，灌了顶啊，完了以后呢，就去开始修密法。修密法的时候呢，我们修什么呢？还是要修这个出离心、菩提心、明心、见心啊。就是修这些就是不是我们像普通人想象的那样子，就是这门外的人想象的那样子。藏传佛教又修这个双身呢藏传佛教就是这样那样，有很多的这个说法想法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我慧灯之光里面也就强调了这一点。如果大家可以这样子如果有人说有人说我是成就者成就者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修密法需要修密法，就是需要双修等等等等。如果有人这样子说的话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至少这个人说的话是绝对有问题，就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根本不是这样子。这个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这个要重视这个问题。学迷要认认真真的学的话，这迷法的确是非常好的法它快速的成就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看了这么多的仙宗和密宗的这个书，这个是比较那在迷法里面发现了，迷法里面这个得到的这些方法在这智慧在仙宗里面呢，根本是看不到的，根本是看不到。它有很多很多的快速的这个方法，快捷，快捷的方法。但是如果不学，如果没有学好的话没有学好的话，那也是很危险的。密法就是像我们坐飞机一样坐飞机如果顺利的话又很快就很快就达到这个目的地了。如果不顺利的话，那就是掉下来就一定会死掉了不像我们其他的车祸这样子密宗就是这样子。如果修得好修得好，那就是很快就可以成就
可以寄生成佛啊。如果寄生不成佛的话，也就是在冬印的时候可以成佛，或者是下一世的一定可以成佛啊。密法有三种这个根基，上等根基啊，就在这一生当中就可以成佛了啊。上等根基，根基非常好的人，然后中等根基呢，虽然是这个这一生当中啊没有成就，没有寄生成佛，但是呢，在中阴身的时候，中阴身的时候就会成就，这是中等的这个根基啊。啊，下等根基呢是下一世就会这个啊成就的啊，啊下一世成就。如果啊不违反这个迷尘的劫啊。在这个基础上根本不受这个迷法，一点都没有受的话，也啊最长最长也就是啊从现在起啊就是第一世、第二世、第三世、第十六世之前啊一定会成佛的，这个是肯定的啊。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这个迷尘劫啊，迷尘戒没有持好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啊迷尘戒没有犯的话，就光是这一个功德，就十六世之前是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成佛的啊。先宗啊三个无数个大劫，这个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时间是没有办法衡量的，一个这么长时间当中啊不能成佛，但是呢迷法啊可以这么快就成就。但是呢这个成就不是人人都可以成这样子啊，对密法有信心啊，找到了这个标准的这个金刚上师啊，掌握了这个快捷的方法啊，然后我们比如说四加行五加行啊这些基础的这些法都修得很好的话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密法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这个啊快速的法。这个很重要了啊，学迷非常好。但是呢我刚刚讲的就我们迷法啊就是当成一个这样子的外道的这个法一样啊，迷法就做成这个，那迷法的这些很多问题就当作这个外道的修行，就那样子去修的话啊，那就跟这个跟真悟空心是没有关系的那样子。如果不真悟空心，那就是永远都不能成佛了，永远都不能成佛。所以这个迷学迷啊，是有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利益啊，但是同时也有很大的这个危险啊，这样子。如果是学仙宗的话啊，它这个时间很长，但是相对来说啊，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危险啊，没有那么大的危险。但是如果是很顺利的话，那也需要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够这个成佛。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还是应该是修仙宗还是修密宗呢？我们认为啊，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啊。认真一点去修密法的话啊，这个还是我们的正确的这个选择啊。密法的要求啊，密法的修法啊，密法的这个戒律啊，这个里面是没有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啊自己稍稍修心，稍稍这个注意的话没问题的。尤其是密宗里面的很多的这个观点啊，还有戒律啊，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的啊，有一些这个御敌啊，如果犯了戒也可以忏悔啊，忏悔比如说迷尘戒犯了啊，虽然是一个不忏悔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过，但是呢也可以这个忏悔，不仅是可以忏悔，而且我自己啊这个迷尘的戒律可以自己守啊。自己守，然后自己把这个就可以啊补充了，戒律啊可以恢复啊，通过我们个人的这个观想的方法啊，或者是修行的方法，可以这个啊补充恢复啊。如果是孝成佛教的话，这个永远都不可能的啊。
不可能，除非是这个在家人的戒律，而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在家人的戒律呢，如果反了，就可不可以再受呢？可以再受。但是这个宪宗的这个出家人的戒律啊，这一生当中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这个解脱了啊，那就是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再受了啊，就是啊，这个很非常保守的，但是大乘佛法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密法就不一样啊，所以如果自己小心一点的话，也不会也没有做不到的，这个也没有做不到啊，尤其是像大圆满呢这些修法都是很快速的啊，然后修法也不是很复杂啊，这个很有这个程度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我们应不应该修密法呢？还是应该修密法啊？但是呢，你修密法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些。第一个密法里面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这个标准的金刚上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地方错了那就后面的所有都会错了出问题的如果金刚上师找的没有错，如果能找到一个这个标准的金刚上师，那后续的很多问题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很顺利的。所以我们这个上面呢要重视这个现在汉地这个雪藏密德多雪藏密德特别特别多，但是呢共济藏密德也多像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议论绝大多数都是无中生有网上有人身攻击也有谤法，也有各种各样都有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自己写了以后就放到网上这样子回谤这个藏密德也有有些是的确有些这个藏密的这个上师他们没有做错，他们就是他们没有做好，就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也有但是呢我们以后这个比如说一个活佛也好一个这个学藏传佛教的这个上师也好所谓的这个成就者瑜伽师也好，如果有一个人的这个行为有问题的话这个是属于他的个人的问题，就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个并不是藏传佛教的问题如果这个藏传佛教里面有这样子的意思的话，那这个就是藏传佛教的问题但是藏传佛教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的观点，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就是他人违背藏传佛教去这样子做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人的问题我们经常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比如说藏传佛教密宗的上师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藏传佛教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个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代表不能代表这个佛法不能代表佛法只能代表这个他个人只能代表他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代表这个佛法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代表这个佛法呢？比如说像龙树菩萨这个印度的像龙树菩萨像这个无著菩萨这样子的人才能够代表佛法，才能够代表佛法。除了这样子的人以外都是这个都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代表这个佛法出问题的话，这个人的行为有问题的话这个就是这个人的问题，这个属于这个人的问题，不是佛教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比如说学仙宗的上师出家人如果行为有什么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他也是一样的，他只代表个人他只代表这个，不代表仙宗不代表汉传佛教
比如说啊、一个方丈啊、或者是一个主持人啊、这个方丈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韩传佛教的这个大和尚啊、的行为啊、如果出问题的话呢，我们也不能说啊、这个韩传佛教不好啊、不能说宪宗不好啊、这个要分清楚啊、如果宪宗里面呢有没有讲这个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啊、有没有宪宗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如果宪宗里面呢没有这样子，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人啊、行为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宪宗的法和人的行为啊，一定就矛盾了。这样子呢，就是人的错啊，不是佛教的错。这个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目前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这个我在《慧灯之光》里面呢，也就很多地方就强调了这个。嗯，因为我们啊，有一个学佛的人啊，就汉地的这个居士学佛当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啊，大家都不去学习啊，啊，也没有很多这个啊学习的这个环境，嗯，韩传佛教的很多寺庙里面呢，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学习的环境，嗯，然后呢，学藏传佛教的这个居士，也就是只有菩提学会这样子的学习的环境啊，才可以学到一些东西。除了这个以外啊，虽然是在汉地有很多很多的学藏传佛教的这个居士，但是呢，没有一个啊系统的啊这个文思啊，这是所以就是导致了这些问题啊。第一个，大家不学啊，也没有学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是啊比较这个盲目。啊，在这样子的盲目的情况下去个人崇拜啊，就是来一个啊所谓的活佛啊，所谓的成就者啊，来了以后啊，就是这个过度的极端的啊个人崇拜，嗯，啊，就是觉得就是像啊这个人就是像佛一样的对待啊，然后到时候呢，就一旦发现了这个人的行为有问题的时候呢，啊。然后就觉得这个佛教的问题啊，就觉得这个就是藏传佛教的问题，或者是仙宗的问题、密宗的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错的，都不是这样子的。有仙宗有没有问题，密宗有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书啊。如果密法里面呢啊，密法里面有色情，密法里面有暴力，密法里面就是有不入法的东西的话，那这个就是密法的问题了，这个不是人的问题，这就是密宗的问题。嗯，如果密宗里面呢啊没有色情，没有暴力，没有这个不入法的地方，都是讲的都是全都是啊除离心、菩提心、明心见性啊，只不过就是这个修行的方法有点不一样而已，实际上都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不是这个密法的问题。那这些人，譬如说啊啊人啊杀到淫王啊，藏学藏密的人杀到淫王的话啊，那这个是他个人的问题啊，这个不是藏传佛教的问题。如果说藏传佛教里面说啊啊要杀到淫王啊，他有这样子的记载的话，那就是这个法的问题，这个就是邪说啊。这个就是这个邪见啊，但是佛法里面就讲啊，不能杀盗淫妄，但是呢，人就是偏偏去杀盗淫妄的话，那人跟这个佛法啊背道而驰，所以这是人的问题，这个要分清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学迷是很重要啊，学迷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魔法时代，这个密法里面也讲了啊，我们的仙宗啊是有这个啊是有这个魔法时代这个说法啊，从释迦牟尼佛传法啊到这个最后的五千年啊，五千年的最后的这个啊。最后的这个这个四千五百年过了以后，最后的五千年啊，这个叫做象征的这个形象佛教，形象佛教实际上就是只有一个形象啊，还这个时候就不存在真正的佛法了，嗯，
根据这个先总的记载啊，佛法的真正的这个佛法的寿命就是5000年。嗯，但是呢，这个不是所有的佛法，只是佛法里面的一部分啊，主要是这个啊，小乘佛教的这个出家人的戒律啊等等这一块就是这样子。嗯，啊，但是呢，大乘佛法，尤其是密宗啊。它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界限，密宗里面密宗是不会有末法时代的啊。你为什么？因为越是末法时代啊，越是众生的烦恼越重啊，越这个众生的烦恼越重，我们越是没有这个修行的这个时间啊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啊简介邪见啊越多啊。心众生的心越乱的时候呢，迷法就是越有这个啊，越有这个作用啊。为什么呢？迷法本来就是，它本来就是这个度化一个这样子接触这个时代的人啊，这样子的根基的人，他本来就是度这样子这种人的法啊，所以他是没有这个，他是没有这个啊。啊，这个魔法时代的说法，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法啊，是我们这个现代人是最合适的。嗯，啊，通过先宗的很多修法啊，我们去修的话，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禅定啊，就这个禅定啊，先宗他怎么样去修这个禅定呢？啊，先宗的禅定就只有一个方法啊，就是修思禅八定。修四禅八定，小乘佛教也修四禅八定，大乘佛教也修四禅八定。那这个四禅八定怎么样去修呢？那没有别的办法啊，就是人到一个环境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啊，然后心静下来啊，心静下来，有一些方法，就通过这个方法啊，这样子修。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啊，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需要有很大的这个啊，这功夫，才能够修得出来，是这样子。那密法它是什么样的？它也一样的这个修禅定，也要禅修禅定。但是呢，它就是修一些七脉明点的修法。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是快速的修法啊。为什么是快速修法呢？有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我们观想啊，我观想啊，我头疼，我根本不疼的时候，我观想我的头很痛的话啊，就是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啊，或者是一天两天以后呢，我头一定会痛的，这个就是心理的作用，一定会痛的。但是呢，这个可能需要一天两天两天三天的时间啊，头会痛。但是如果我们拿一个木棍敲啊，打击就不需要等那么久，就立即就会疼啊，就是这样子的差别。就先宗里面的这个四禅八定修法啊，通过这种方法修，那就是可以修，但是呢时间比较久啊。密法里面的这个修这个七念明点的这个修法，它是快速的修法，它快速的修法，它这两个啊修出来以后呢。修出来了以后呢，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密法的这个修行，禅定的修行也能够达到这个效果，显宗的这个修法也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都是一样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是方法上就是有啊这样子的这个差别。所以我们应不应该修这个啊显宗呢？啊，这个密宗呢？应该修密宗啊。因为魔法时代啊，是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这个物欲横流这样子的时候，大家都是匆匆忙忙，没有一个人能够静下来修行的时候呢，啊，唯一的就是只有像大圆满啊，像一些密法这样子的快速的方法，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戒律啊，虽然是这个根本的问题上面呢，它是很严格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有些问题上面呢。还是啊，有一些这个空间啊，这个空间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密法不需要戒律，是非常重视戒律的。但是如果犯了戒，也可以自己啊，可以忏悔啊，也可以自己这个恢复刚刚讲的那样的。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这个修密法啊，有需要用
比较修的依法，但是这个依法啊，像刚刚说的那样子，如果如理如法修，这是很快的啊。但是一旦是在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问题，尤其是第一个这个刚刚这个进入密法的时候的这个元气是什么呢？就是金刚上师啊。金刚上师啊，从这个地方就一直金刚上师的地方出问题的话，这个元气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就这个出问题了，所以后面的很多也就出问题的。所以这个密法学密一定要高度重视现在一方面就汉地很多人这个修密法，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这么忙碌的时候呢就是除了密法以外，就是这些快捷的修法以外，一般的修法它不是没有作用，但是呢不是贤宗的法失效了，不能这样子说。但是呢，因为我们人呢就不像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众生的烦恼那么这个粗大大家都那么忙碌这样子的时候，就是都不解决太大的问题，所以密法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呢就一定要注意刚刚讲的这个上师的问题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也头疼我们希望这个藏传佛教在这个汉地传播的话，也就是如理如法的去传播，大家来修这个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痛苦就可以比较快速的可以解决，利益更多的这个众生了我们是希望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很多问题了，所以以后学密的这个局舍不能密行任何这个名字，就是比如说活佛这两个字像这样子我今天不是诽谤活佛活佛有没有？有活佛是有的但是呢，自称是活佛的人都是不是活佛不一定，尤其我可以说这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呢，这个就不好说了，谁是活佛，谁不是活佛，不好说所以就千万不要迷信这两个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要如理如法的修法，才能够这个藏传佛教更好的去利益更多的众生藏传佛教就可以顺利的服务很多这个众生顺利的解决很多众生的这个痛苦但是呢这个我们第一个我们传播的方法不对，第二个局势学当地的人都不努力的去学习逆行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负面的作用太大了。所以以后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在这个菩提这个学会当中好好修心，好好学习这个菩提学会呢希望大家就发展的更多一点这样子的话，更多的人就可以学到真法可以学到真法，这是很重要这个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修行之前我要说的话这个我们对学藏密的人来说这个很重要了这是一个，其实这些都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回灯之光里面都有，但是我想今天呢这座的人当中有些可能还没有看回灯之光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具体的修法具体的修法是什么呢我今天简单的就讲一下这个人无我的修法人无我的修法，人无我的修法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心的修法空心的修法空心的修法我们前几天也讲了也讲过但是今天我们就更具体一点的讲，前几天我们讲的是整个这个空心人无我法无我，从整个空心的角度讲，今天呢我们更具体一点的就讲这个人无我
为什么要降生无我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很多人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天下所有的这个人啊，或者是所有的生命啊，都在追求啊，都在追求这个心腹啊，虽然是心腹的定义不一样啊，追求的这个心腹的标准不一样，但是都在这个追求心腹，没有一个人是希望啊自己痛苦的啊，都希望自己幸福。但是呢这个追求心腹的这个过程几乎都是痛苦的啊，在这个当中真正得到心腹的人就是很少了几乎都是充满了这个痛苦。那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大家注意，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这痛苦的来源这个痛苦的来源就是执着。这个我前几天也讲过了，这个是执着痛苦的来源就是执着我们对任何一个物质对任何一个物质或者是对任何一个人有执着在乎的话这个人或者这个物质一定翻过来给我们导致很多的痛苦，这是肯定的。然后对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执着不在乎的话相对来说这个人对我们就这个带来这个伤害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很小。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痛苦都是来自于这个执着然后我们的烦恼比如说贪嗔痴也都是来自于这个执着比如说我对一个人有贪心，很执着那为什么呢？第一个肯定是我把这个人当作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实有的人，所以我心里面呢产生了这个产生了这个贪心。对金钱产生了这个贪心的话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我把这个金钱当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所以我心里面呢就产生了贪心同样的嗔恨心、傲慢、嫉妒这所有的这个不好的这些这个烦恼、不好的东西呢都是来自于执着。如果没有执着，这都不可能的，心理的这个烦恼身体的这个痛苦都不可能有的，都是不会有的但是为什么有我们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呢？就是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当成真的去产生这个痛苦尤其是我们前几天我们讲的是，就是从这个整个这个空性的角度讲，现在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今天我们讲的叫做人无我，就解决一个问题，等于就是解决所有问题了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烦恼，它虽然是来自于这个执着，但是呢它并不是来自于所有的执着它这是来自于一个执着，一个执着，一个关键的执着。如果这个执着不存在的话呢，那对其他的东西有执着也不会烦恼，也不会有烦恼，也不会有痛苦，就是唯一的就是一个执着那这个一个执着是什么呢？你们认为是什么执着对我的执着对我的执着，对我自己的执着对我的执着。什么叫做对我的执着呢就是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都我就是这个默认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不是我去观察通过观察然后就我肯定这个我的存在，不是这样子，我是默认了默认了这个我的存在。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存不存在，从来没有怀疑过就是我们世间人的这个所谓的正常人作为一个世间人的所谓的正常人
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怀疑我的这个存在啊，都是这样子。所以就导致了很多问题了啊，比如说我看到好这个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因为我有我执啊，所以我想我要这个东西啊。然后比如说我今天就有人诽谤我了啊，就跟我说几句不好听的时候呢，我立即生气了啊。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生气了呢？我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啊，这个人在说我的坏话啊，所以我生气了。啊，这个人在诽谤我，所以我生气啊。这个也是，主要是这个我执，嗔恨心也是我执啊。傲慢也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啊，就比如说世间的人啊，有一点地位啊，或者是有一点钱啊，或者是有一点文化知识。啊，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感觉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感觉是什么呢？我就是啊，在这些所有人当中的啊，就是最了不起的人啊，高高在上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这样子的傲慢心。这个叫做在佛教里面，这个叫做慢啊。这慢的来源是什么呢？也就是我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啊，所以我已经超过了这些人，所以我是很了不起。那我这个也是啊，嫉妒也是，这所有都是这个我执啊，我执只有我的这个执着，所以就是产生了这很多的这个啊很多的烦恼啊。然后有了这些烦恼以后呢啊，这一生当中有烦恼的人啊，尤其是嗔恨心啊、贪心严重的人啊，这一生当中啊，不会幸福，他不会幸福啊。不但是这一生不幸福，而且造了各种各样的罪，然后下一世也就不会幸福的啊。这些所有的这个啊根源就是我执啊，这个叫做这佛教里面呢，这个叫做我执，对我的执着啊，对我的执着。今天我们观察的不是对其他东西的执着啊，今天是就是我们向你照我自己啊。首先我们要确定我的所有的烦恼不愉快的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啊，所有不愉快的这些东西就是来自于我执，就是因为有了我执，所以就是有了这一切。嗯，首先要确定啊，那确定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去找，要寻找的啊，这个我到底是谁？那、啊、我到底是谁？我们要去寻找。啊、这个一般啊，世间人啊，他。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啊！我明明在这个地方啊，这就是我呀啊，这就是我啊啊！我为什么还说我在哪里呢？我照什么呀？我明明不就在这里吗？嗯。还有一个西方的逻辑啊，这个错误的逻辑，笛卡尔他说：“我死啊，故我在啊。”因为我在观察啊，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是存在的啊。你可以怀疑其他任何东西的这个存在，但是呢，你不可以怀疑我的存在。为什么呢？我不是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吗？啊，因为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的话，谁去思考这个问题呢？啊，因为有一个思考的问题。思考问题的人啊，所以我是存在，他是这么认为。但是这个他的这个逻辑啊，很肤浅，嗯，太简单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错了啊。啊，实际上我们呢、啊，也要去找这个我啊，我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个我，还是我自己啊，无中生有，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我当作有，所以我导致了这个痛苦，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也许会这样子认为啊，这个不可能啊，我从来没有啊把没有的东西当成有啊，所以导致过什么烦恼什么问题啊，这个不可能，也许这样子认为啊，但是这个不对的，我们有这样子的，嗯，比如说啊，
有舍的地方啊，有舍的地方，比如说乡下比如舍比较多的地方啊，这个光线不好的时候啊，在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呢，推开门一进来的时候呢，我看到这里有一条蛇啊，我房间里面就有一条蛇。然后呢，我就是心里面很怕啊，很害怕，我这里有一条蛇啊。但是实际上这个蛇不是一条蛇，不是一条蛇，就是一个绳子，滑滑绳子，但是我把它当做了蛇啊。当做了蛇以后呢，我心里就是像真正的蛇有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恐怖，一样的这个害怕，但实际上它不是存在的啊。这个是无中生有啊。还有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梦里面不会有这些啊这些这个恐怖的现象，但是呢，这是我们就我们的幻觉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恐怖的经啊恐怖的这个现象，然后把它当作是实有的啊，这样就害怕，同样的害怕，同样的这个感到恐怖啊，这样。那这个无会不会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很有必要啊，在实数地当中，我们可以说啊，这一瓶水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喝下去了以后呢，它可以解渴啊。有些东西是这样子啊，有些东西呢，在实数地当中，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我把圣泽啊当成蛇啊。和另外一个真正的蛇啊，两个在实数地当中是有差别的啊。真正的蛇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这个圣字呢，这是我自己把它当成蛇啊，实际上不是蛇。但是呢，我还没有发现这个是圣字之前啊。这真正的蛇跟这两个是完全是一样的，我分不清楚一样的这个害怕，一样的害怕啊。但实际上这个啊，它不是蛇，它不是蛇，这是我自己把它当作蛇啊，然后我就恐怖了啊。那我这个人呢，也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我这个人也会不会是把我刚才啊身子当成蛇一样？我是不是人呢？我这个人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把它当作是个我啊，然后就是导致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呢？会不会是这样子呢？啊，这个我们要观察，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这个一定要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啊，没有任何理由说啊，我不是这样子啊，我不是把圣子当成蛇这样子，我是真正的存在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子说啊，没有任何理由。那我们要去观察一下，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今天啊，绝大多数的人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然后就是有些人的这个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也很痛苦，也很辛苦。有些人虽然是有钱，但是呢，精神上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总的来说，这个人啊，虽然是物质生活提高了，但是人活得啊跟以前更辛苦啊，更痛苦。那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是不是我们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当成了有啊，所以产生的呢？这个是很有必要去看一下那怎么样去这个观察呢？好，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具体的修法啊，具体的修法，具体修法啊。这个首先是发菩提心啊，皈依发心，这些都完了以后呢，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啊，毗卢伽伐，然后就是排除这个无起啊，然后观想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之后有发菩提心，这个是啊，这个大作之前的这些准备的工作，大作的前心啊，全部做好啊。
做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修行啊，我们认真的听，怎么样去观察呢？首先观察我自己的时候啊，观察我自己的时候呢，我把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心静下来，心静下来了以后呢，首先啊，我观下我的油烟啊，油烟右边的眼睛，油烟啊离开身体。离开了身体啊，搁在前面，这个当然是我心里面这样的观想的啊。我把油烟啊拿起来搁在这个前面啊，我看它啊是不是我，我要去观察啊。这个当然我确定它是我的眼睛啊，它并不是我，我们会这样子确定了啊，会这样子想啊。那好，这个不是我啊，是我的眼睛啊，那就左眼啊。有观想啊，这个左眼啊也离开我的身体啊，放在我前面观想，他是不是我啊？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他也不是我，他是我的左眼啊，他不是我啊。好，然后呢啊，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啊，所有东西一个一个一个啊离开身体啊都放在一起啊。都放在就放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啊，皮肤啊都放在一起啊，看这个是不是我啊？认真的，非常认真的去照这个上面呢。如果我今天我能够照到一个人，我就确定啊，我从此以后我承认我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今天我真的找不到人的话，那这个我怎么可以说啊？那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还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呢？我没有理由了皮肤就搁在一边去寻找的，这个上面又没有我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不是我，这是我的皮肤这个不是我。然后肌肉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的观想这个是观想，一块一块的切下来了以后呢，又放在一堆就是像这个，就像这个肉食里面的猪肉、牛肉一样，放在一起一堆堆在一起。然后我去观察这个里面有没有我，我到底是这里面的那一个是我去观察有没有没有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也照不到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不是我这个是我的肌肉这个不是我。我们又会这样子想。然后呢，身上的这个骨骼，身体上的这个骨骼每一个这个骨骼每一节分开了以后呢，你就放堆在一起堆在一起。然后我又去观察这骨骼里面呢，哪一个是我这里面有没有我去观察。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骨骼这么多的几百个这个骨骼当中就是只有一个才是我其他的都不是我。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子说如果这样子认为，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是没有道理。为什么只有一节骨头是我，其他的不是我呢这没有道理的，不能这样子说。也不能这样，也不能说这虽然不是一个虽然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是我，但是大家这个所有的骨头堆积在一起以后呢，这个组合是我也不能这样子说。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手指都不是都不是比如说我们的每一个手指这个是肌肉，它不是钢铁，每一个手指都不是钢铁的话，那五个手指在一起的时候它也不会变成钢铁这样子。如果我这个每一个骨节骨骼都不是我的话，那这全所有放在一起堆积在一起的话，它也不可能是我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认为这个都堆积在一起的时候，都组合了以后，我们认为是我的话，那好，把这个骨头所有的这个骨节几百个骨节都放在一起，看看这是不是我，也不是我。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对它产生这个我执，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这是我的骨头它不是我，我们一定会这样子想。
皮肤也不是我啊，肌肉也不是我啊，骨骼也不是我，也不是我啊，这些都不是我啊。然后人身上的所有的像血液等这些液体啊，放在一起，放在一起，然后我去看啊，它是不是啊这个我把、啊、人的身体的70%说的橘色啊是液体水啊，那这水都放在一起啊，就装在桶里面放在一起啊，然后我去看这桶水或者是血啊，这液体是不是我啊？这个时候我们又会啊，我们又会觉得这它不是我啊，那是什么呢？它是我身上的血液啊，不是我，它会这样子说。那心脏、肺、肝等等啊，这全部的这个内脏啊啊放在一起啊，放一对，然后我去观察啊，但这个上面呢有没有我啊？心脏是不是我啊？肺是不是我啊？脾、肝等等一个一个去看啊，我们可不可以说啊，心脏是我？啊，其他都不是我啊，可不可以这样子说？当然不可以这样，这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心脏才是我，其他都不是我呢？这个时候我们又不会，也不会这样子认为。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都不是我啊，那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我的内脏啊，不是我啊，他也会这样子认为。那这些都不是我的话，那我到底在哪里呢？啊，什么叫做我？这个时候啊，剩下的什么？剩下的就是精神，剩下的就是精神了啊！精神，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意识啊，我们的意识啊，其他的都不是，都不是。但是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啊，不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啊，我的这个肉体就是我啊，我们任何人都说啊。这个就是我啊，我在那里呢，我就会说这就是我。但是我现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对任何一个这个物质上面呢，真正的没有我了啊。好，这个时候是这样子啊，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身上可以分解的东西全部分开，全部分开，全部都放在这个就堆在前面啊，然后就去啊。非常认真的、非常详细的去思维、去观察这些上面有没有我啊？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些上面根本没有我，深深的体会到啊，这都是啊，这都是一大堆的无知啊，这上面根本没有我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深深的体会到没有我。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就这个时候在这个。这个感受当中，这个感觉啊，就是深深的体会到没有我的这个感受当中，停下来啊，就安住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感受，也就是说，这个感受这种感觉啊，要这个要这个啊，保留要维持下去，这个叫做修空心修人无我啊，这个叫做修人无我。这样子修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就减少我们的烦恼，这是肯定的。这个麦胖仁波切说得很清楚，虽然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呢，修起来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就不信啊，你们可以修一周，不信修一个星期，一定会这个。明天呢，就看到它的这个效果啊，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身体啊，对我的这个执着，就是不能说没有了，就是减少了啊，这是肯定的。这样子去修，然后最后一个呢啊，我们认为这物质啊都不是我啊，但是我还是存在的啊，那我在哪里呢？我就是精神啊，我的意识就是我，我们会这样子啊。那意识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贪嗔痴啊，等等啊，
这个烦恼，还有菩提心、出离心等等这些念头啊，还有不善不恶的很多念头，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念头啊，就不可思议的无数的念头，这样传染下来了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种相续，这个叫佛教里面这叫做相续，就是不间断的就下来了，不间断的连串下来的一个东西，这个叫做我们的意识，这个叫做我们意识。那如果这个意识是我的话啊，意识是我的话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这个地方一定要认真的思考一下。如果意识是我的话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小时当中啊，我们就不说那么多，比如说十分钟当中啊，十分钟的这个意识当中啊，比如说前三分钟啊是烦恼贪嗔痴啊。中间的三分钟是什么啊？就是不是烦恼，也不是善，非不是恶，不是很普通的念头。好，后三分钟是什么？后三分钟就是啊，像菩提心啊、出离心啊这样子。这九分钟啊，每一分钟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啊。那这个九分钟里面的这个不同的九个念头当中啊。比如说前面的几个念头，后面的、中间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啊。那这念头九个念头当中啊，哪一个是我们这个是根本说不出来的，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啊。这九个当中哪一个是我呢啊，让我们就是要这个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回答，怎么回答啊。如果我们说前面的这三个念头啊，像菩提心、出离心这三个念头是我，其他的不是我的，如果这样子说，那这个有什么理由呢？有什么证据呢？凭什么呢？如果说中间的这几个是我，前后都不是，那也一样的，没有道理。如果后面的几个是我啊，其他的都不是的，都没有对，都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啊，比如说这九分钟，每九分钟我们不再往下分，一分钟作为一个单位啊，一分钟每一分钟作为一个单位，每一分钟就是这个一个念头啊，出离心、菩提心啊，还有就这个贪嗔痴等等，这样子九分钟。那九分钟的九分钟的，比如说第五分钟啊，在第五分钟的时候呢，前面的这四分钟呢已经不存在了。啊，它已经不存在，已经消失了，已经过去了啊。后面的这个五分钟呢，啊，后面的四分钟呢，啊，还没有诞生，所以这前面的四个跟后面的四个，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啊。前面的三个呢，已经诞生了，但是现在就根本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啊。后面的这几个呢啊，它将来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现在根本不存在。那唯一的如果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话，就是当下的这个第五分钟的这个当下的这个是我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说呢啊，我们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这样子承认了啊。如果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我的话啊，肉体上没有找不到，永远都找不到。精神上我们希望在精神上能够找到一个我啊，那精神它是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是生生灭灭这样子，它没有一个东西是啊从头到尾不生不灭一直在啊不变的东西，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只能说中间的当下的这个啊，当下的这个一秒钟啊，当下的一分钟是我，我们只有这样子说啊。那当下的一分钟是我，这个是不是我呢？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这个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想象当中的我，跟这个一分钟是啊违背的啊，不符合的。为什么不符合呢？我们想象当中的我是什么？我们从来都不认为我是一分钟。啊，一分钟过后我就没了，我们从来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我是从前世到现在，从现在到后世啊，可以这样子一直
啊走下去，我们认为我是这样子。那这个当下的一分钟是不是这样子？嗯，不是，他不会到任何地方去啊，他也没有从任何地方来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一分钟诞生了，诞生了以后，第六十九秒钟的时候呢，不是第五十九秒钟过了以后，他立即就会消失，他不会去任何地方，他就这个地方没了啊。这个跟我的我知识不符合啊，我们认为我不是这样子，我是从前世到现在，现在又到后世了啊。那当下的一分钟他会不会这样子走？他是不会啊，他立即就会消失，他也不是从过去来的啊，他就是这么前面的一分钟过了以后他诞生了啊，诞生了以后呢，这个第一秒钟的时候他诞生了，然后呢第五十九秒过了以后呢，那这个第六十呢他就没了啊，他不会到这个未来啊，他不会到这个往下走，他就是这么当下就一个这样子啊，这个根本是我所想象的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我啊。比如说我们要去找一个人的话啊，我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首先就是我要去认识这个人，人出来了以后呢，我就是我想象当中的这个人啊，首先我确定，然后我去找，我就要找这个人啊。我如果这个人找到了，那我就是我要需要找到的人，我们可以说我找到了啊。当然不是找到任何一个人就是啊，这个不算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我要找到一个我的话，平时我们的所想象当中的我，就是要找到这个我才算是我存在了。嗯，但是这个我找不到了啊，过去的就不存在，未来的也不存在，就这么一分钟啊，当下这么一分钟，当下一分钟啊，它也不是我，其实它也是可以分。啊，六十秒，这任何一个上面都不存在我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啦，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很，这是一个很实实诚实的事情啊，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信仰啊，我们刚刚观察的时候，我不需要，这个时候我不需要，我不打算要找到一个我，我也不打算要不要找到一个人。不要找到一个我，我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要去这个去观察，观察了以后我能找到人，找到我，那我就承认我的存在。如果我找不到我，那我就是不存在，那我就从此以后就是不承认这个我的存在。嗯，一个怀着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去找，最后真的找不到了，那到底啊，我们一定要想一想这个问题，那我在哪里呢？啊，我是什么？除了精神啊，除了精神跟这个物质以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运动啊。除了这三个东西以外，所谓的我是不存在的。这房子是什么？钢筋、水泥、玻璃，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这些都不是房子，那房子在哪里？啊，不存在。同样的道理啊，人是什么？人是精神、物质。精神和物质的运动，这三个的综合体啊，如果有我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在这个里面有我成立啊。这都不是我的话，那我是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建立我的这种概念呢？那这些都不是我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这是全世界有史无以的人都认为啊，理所当然的就是默认了一个我的存在，所有人都是为了这个奋斗，为了他的幸福而奋斗啊。但是我们真正的去啊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是不存在，这是一个很这个虚假的东西，就是一种啊假有，不是真有。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这个一定要认真的去观察，这个时候深深的体会到我的确是不存在的啊，我真的不存在了，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原来就是这些东西，我把这些东西当成我啊，那如果我不存在，我怎么可以把这些当成我，然后有这么实实在在的就让我生起这么多的烦恼呢？啊，这个刚才我们自己已经说过了吗？
我们一个圣德啊当成蛇，根本就不是蛇啊，但是呢跟真正的蛇完全是一样，它给我带来很多的这个恐惧啊，一样的，这就是一样的啊，我不存在啊，反复的去思维啊，反复的去思维啊，真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拜天啊，看到这个我这个前面啊，不存在大象啊，不存在老虎，不存在这个其他的动物，这是很肯定的啊，很清楚的，嗯，就像这样子，我现在观察的时候呢，通过各种各样的去观察的时候呢，我根本就没有照到这个我的存在，不但是没有照到，而且我非常明显的看到它是不存在的，嗯，它就是不存在的。哦，这个时候呢，这个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啊，这个体会当中啊，这个体会一旦升起来了以后呢，啊，这个叫做真悟空心啊，然后我们不要去想任何事情，立即就停下来，不要思维，立即停下来，就是这个我们要啊，这个啊，保持这种感受啊，这个无我的感受，这个无我感受，哪怕是只有几秒钟也好啊，就保持它啊，让感觉比较好的时候立即停下来。停下来，这个前几天已经讲过了，停下来然后又去观察啊，观察从头观察啊，从物质开始观察啊，从物质开始观察。我们佛法里面呢，它讲无云啊，无云就是色香心收啊识这样子讲，但是我们就不讲这么多，我们就讲三个，物质精神它的云动，这三个里面实际上都包含了。然后我们从这个物质开始观察，然后精神啊，精神物质都不存在的话，它的运动是不可能存在，嗯，首先是精神存在，有可能它的运动是成立的啊，物质成立的话，它的运动是可以成立的，嗯，但是现在物质都不成立呢，怎么可能有它的精神呢，嗯，它的运动呢，不会有的，所以这三个都这个不存在啊，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一点都不复杂啊。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深深的体会到我真的是不存在的啊。但是呢，我没有观察的时候，真的是跟存在是完全一样啊。对我来说，这个我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很实在的啊。但是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它不存在。那不存在就好了，这个我们的这些我执啊，还有从我执发生出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这个贪嗔痴傲慢，其实啊现在啊全都崩溃了啊，这都现在就崩溃了。为什么？它的基础崩溃了啊，它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是我们自己建立的。啊，我们自己在盲目的情况下，盲目坚毅的想象当中的我啊，现在啊这个我就崩溃了啊，这个我崩溃了以后呢啊，在这个我的基础上建立的啊，我要怎么样啊，我因为这个人伤害我，所以我要对他怎么样。等等，凡是在我的这个执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嗯，也都崩溃了，也都崩溃。这个时候呢，就叫做这个真悟空心端出烦恼啊。但是这个刚刚感觉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啊感受啊，它的能力不是很强，能力不是很强。但是这个要长期修的话，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比如说我们每天修八个小时啊，每天修八个小时啊，这样子修七天的话啊，这个效果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是很明显的啊。这是对自身的修法啊，这个一定要修，这个是非常重要。当我们还没有修真悟大圆满，当我们还没有真悟其他的这个明心见性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靠这个方法，嗯，靠这个方法去控制我们的烦恼，控制我们的姿势，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啊，这是对直气的手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譬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个人很执着很在乎不能自拔然后就是因为对这个人的执着对这个人的在乎就是导致了很多很多这个心理的这个烦恼还有生活上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导致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很喜欢一个人的话把这个人就观想在我的前面就不是前几天我们修慈悲心的时候观想母亲一样把这个人观想这个人站在我的这个前面然后我怎么样观想呢我观想从他的油烟开始跟刚才我们跟资深是一样的从他的油烟开始把他的油烟离开身体放在前面这个时候要想什么呢我平时是很喜欢这个人的但我现在喜欢的这个人呢是不是这个油烟看这个是不是我喜欢的是不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不是那他的左眼离开身体放在这地方那我平时喜欢的所喜欢的是不是这个作业不是也不是那从头到尾全都是这样子分开皮肤搁在一起肌肉搁在一起骨骼搁在一起所有的液体也就是搁在一起然后去看我平时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在乎这个人很喜欢这个人那我到底喜欢这些东西当中这一大堆的物质当中我到底是喜欢哪一个看的时候就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我平时我在乎的东西平时我喜欢的东西都在找不到了那这些当中都找不到的话那它应该是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我们喜欢这个人的精神呢不是了如果说我们喜欢这个人的精神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喜欢佛呀菩萨呀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呀这样子普通人不会喜欢的但是不是他精神心里面像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不是喜欢他的精神那不是那除了如果不是的话那除了精神以外还有什么就是这个身体了没有别的东西那这身体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这个上面我们哪怕是一个微尘都不缺全都在这全都放在这里那我现在到底是喜欢哪一个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呢这里面就是找不到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就又会深深的体会到我的喜欢我的在乎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一条绳子我把它当成一条蛇然后我就是对它发产生的恐惧感完全是一样一个血肉骨骼的一个组合体我把它当成一个人然后就是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在乎这样子的很多的这个烦恼实际上这两个是完全是一样的我把这个身子当成一条蛇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子的恐惧但是我走到跟前详细的看明显的看见它不是一条蛇它是一条蛇它是就是一根身子的时候当下我所有的这个恐惧就没有没有从此以后就没有一样的道理我现在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我所喜欢的人的时候呢从此以后但是我们不像绳子因为绳子呢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很长的习气就这么几个小时里面我把它当成一条蛇就没有很长的时间我执或者说就对别人的这个执着呢我们从无始以来传起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所以它不可能立即消失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
以及看到这个是不存在，然后修的话就很快啊，这个贪心一定会控制的，不相信大家可以试，可以试。同样的就是有一个仇人啊，经常伤害我，我对他就是很有仇恨啊，这样子我有仇恨，我始终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嗔恨心，一出来了以后呢，让我自己也很不心啊，很不快乐，很痛苦，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就是一样的，这个人啊，观想在前面，这个人站在我的前面，然后把这个人分解了以后呢，我去看啊，这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恨什么啊？平时我恨的这个人现在在哪里？这样观察的话，就找不到。这个时候呢，深深的体会到空心的感受，无我的感受啊。这个时候，在这个感受、这个无我的状态当中，就静下来啊，心里面不要去想任何其他的事情，不要有任何杂念啊，不要有任何杂念，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就停留下来。这个叫做修人无我啊，然后感觉比较好的时候就停下来，停下来尤其思维啊，思维有深深的体会到空性的时候，停下来啊，这样子反复的这样子观察啊，有些时候呢，因为观察的时间啊，观察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就心里面呢啊很累，不想修，不想观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修禅定啊。心静下来，也不观察，也不思维，什么也不想。当我们的心完全啊放下、放松，实际上这个叫做阿赖耶识，这个我们昨天讲的阿赖耶识啊。但是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静下来啊，静下来，心去观察了我自己的心，心去看自己啊，心让他自己去看自己。啊，这样子，这个停下来，在这个当中啊，如果我们的菩提心啊、处理心啊，这些都修得比较好，皈依、发心、曼陀罗、金刚萨埵这五个加心都做得很好的话，又可能在这个当中恍然大悟，就啊顿悟了，这个是有可能，像刘祖慧能大师啊，就像这些高僧大德一样，有可能立即就这个啊证悟了，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呢，这个真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无论是这样子去观察也好啊，静下来也好啊，修像修大圆满这样子的法也好，都有可能，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大。但是我们不修的话，就是永远都没有这个可能啊，所以这很重要了。这样子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准备啊，这个观察就一直这样子修。修完了以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以后，然后我们准备啊起坐啊初坐。初坐的时候呢，初坐的方法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了，《回灯之光》第二里面有一个初坐与如坐的修法啊。这个你们一定要看一下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简单的前几天我们已经讲过啊，然后就观察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修心啊，自我监察一下啊，然后呢完了以后就回想啊，回想完了就这一组就修好了，这样子每一天都修啊。然后不修行的时候啊，不修行的时候我们也把尽量的啊，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啊，尽量的把它当作为如幻如梦啊一样的现象啊，这样子把大坐的时候的这个感觉跟这个初坐以后的感受两个连接起来，这样子修行的效果就是更好啊。这是无我的修法，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无我修法。这个麦旁仁波切他讲了啊，他说这个修法呀，不在于这个根基的这个差和根基的好和这个立根和这个钝根啊，也不在于这个文化水平的高低啊，这都无所谓啊，都可以修啊。
所有这个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人都可以修啊，根基好的根基不好的人都可以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法啊。在没有证悟大圆满之前，我们修这个法，这个法实际上呢，大圆满的修法有谦心和真心，有两个修法。大圆满的谦心里面的一部分的修法就是这个修法啊，就是这个修法，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圆满的修法，但是不是大圆满的真心的修法，就是大圆满的一个谦心的修法啊。实际上它也是属于这个修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无我的修法，前几天我们讲的时候，从整体的讲这个空性的修法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就针对性的啊，有针对性的修这个空性。好，这样子，这两个空性的修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开始回向。Sonumda yi tamca zirbani donu nipi cana bacı Girgana cilvanun ceba Cibin zolin dova duruşu Kuma ahun bandırın gırı Bama sırlı hun Kuma ahun bandırın gırı Bama sırlı Om Bandhu Guru Bama Sadhu